出道至今有过不少经典歌曲，受到不少粉丝喜爱。但他在2019年宣布封麻隐退，也越来越少在公开场合现身。没想到鹿王近日却出现八卦留言，声称他罹患重病，陷入昏迷。对此，他姐姐横竖法师近日受访时透露，自己最近收到很多台湾和大陆的徒弟电话，都在关心费玉清身体还好吗。他才知道网上有传言说弟弟目前重病昏迷，让他罕见动怒，直呼真的快气死。我们小哥好好的，前两天还问候他姐姐最近怎么了。他也强调，如果真的出了这种大事，他作为他的家属一定会亲自出来说明，也希望网友们不要随便听信网络谣言，并再次大家强调费玉清身体健康状况一切都好好的。Bye.